纯真的心灵，跳动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，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来吧，一小叮当，谁啊？不凡。咦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不凡在尿尿了。这小子家里有房间不住，一个人跑出来搬到这儿来主持这种东西。哎，还有韭菜来的真时候。嗯啊，哎，你不在家里陪叮叮当当，你怎么会有时间出来呢？啊，那俩小子玩了一整天累了睡着了。那娃娃呢？你也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啊。你放心，娃他自己会照顾他自己，不需要去管他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好心好意跑到这边来跟不凡在一起，就是要多留一点时间让你跟他们相处，结果你还跑出来，你根本不甘寂寞嘛。你听起来你很关心娃娃啊。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关心也是应该的。关心什么意思？你管得太多了吧你。哇，好舒服啊。地上来来来，我们不睡。耶，姐夫，我怎么知道你不来了呢？那天你跟娃娃一块回家一趟，我没瞧见，所以我就来看你了。哦，哎，当然好，我们今天的饮料。啊，你真是还是像以前那么大方的姐夫啊。你就是头发比以前少了一点啊，姐夫。可不是嘛。哎，当然别提这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差点忘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陈俊孝，他对叮叮当当很照顾的哦，他就是我那个姐夫沈大任啊，叮叮当当的爸爸。嗯，我们早就见过面了，已经认识了。好，来，谢谢你对叮叮当当的照顾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我本来就对小孩子很有兴趣的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谢谢你照顾他们的。嗯，来来，我敬你。哎，来，你先用我的杯子，我给你拿个杯子。坐。来了，今天好好干一杯哟、哦！怎么不醉不归？哎，我喝这个。哎呀，真是我错了哦。那我们这两杯怎么办？来，喝了再说。来，干了，不醉不归。今天喝的最开心了，曹主任喝的这么开心了，以前我每天晚上喝的醉醺醺的回家，娃娃在家等我，他也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，结果弄得大家都不开心。可是我做生意啊，应酬嘛，不喝怎么行呢？你说好不好？哼，俊孝，你说我刚刚说的对不对？
说什么都对了。可是你不知道，跟女人说这种事情呢，他们都不相信的，他们通通听不懂。我相信呢，人家女人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了。以前呢，我以前我以为事业就是我们男人第二生命呢，不是，他们永远不相信，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。可是一直到了我跟我丁丁当当相处了以后，我才发现要有一个有温暖的家庭实在是难能可贵。你现在还是可以要他们啊，你还是他们的爸爸。虽然我还拥有他们，可是他妈妈不要我的。不要再讲这些，不要再讲这些，烦死了。走走，回家回家呗。走了走了，回家了啦。起来起来起来，起床了，起床起床起床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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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床起床，回家了。不，我最近这个样子回家，娃娃他会生气，他会骂我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有我在，不会了。金娇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对了对了对了，走走走走。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。我见他明天是风是雨。无嘴不归。每次都这样，你做好人，请一大堆人回来吃饭，然后我就有人洗一大堆的碗。离婚前这样，离婚后也这样，我真倒霉。敲开你家大门，你家大门，要听到天铃声。哇哇，陈大人，你又喝醉了，你每次喝醉都按乱门铃的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这是天大的冤枉，我可没有这个坏习惯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去去去去去。嗨，你看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他每次都这个样子。不用怕不用怕，有我在呢，安呢。哇，我们没有喝醉，我们只是喝多了。陈俊孝，你怎么会去跟他在一起呢？你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呢？酒逢知己千杯喝。对不对，俊孝？对，你说的通通都对了。哇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们的事你别管了好不好，拜托你少爷。啊，好吧，不管就不管了。哎哎，喂喂喂喂喂，你等等，你把他丢这儿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你自己看着办呢，你自己叫我不要管了。哎，拜托你把他抬到床上去，不能让叮叮当当看到他们爸爸睡的大门口啊。是，遵命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走啦！今夜我已沉醉，醉了我的。大战要爆发喽！报告。报告长官，我已经把你以前老公摆平了，还有什么指示没有？对不起，我不欣赏你这种幽默。哎，他睡你房间，你睡哪儿啊？叫我睡哪儿我就睡哪儿。你爱睡哪儿睡哪儿，管我什么事。哎，是遵命。
吉利啊，你说说看嘛，我是不是应该搬走了啊？钱叔叔，你不要再说这话了，赶快去睡觉吧。哎。 君夏，你睡着了吗？我是来道歉的，我一直怕大人的出现是我难以控制我的情绪，我又怕我的坏情绪会伤害到你，我真的不希望你误会我跟他之间还有什么。嗯，君夏，你说什么？ 君夏，不要这样子嘛！啊，是你啊，君夏呢？啊，嗯，君夏走了，出去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哦，到小猪那去了。 得罪了他，还是伤害了他，还是沈大人对他说了什么？哎，娃娃呀娃娃，离婚都已经一年多了，沈大人的阴影还是充斥着这个屋子里，让我享受不到现在的阳光。哎，君夏真的到小猪那儿去了？难道他们之间？ 妈，不行了，要迟到了，赵慧。赵慧，啊，对了，要去早会，拐子，我早，差点忘了，对不起，还是让我去吃早点啊。
他不肯起床，没关系，妈妈把他抓起来啊！三大人起来！不要吵，然后多睡觉，头好痛啊！头痛，哼，这是昨天晚上喝醉酒的代价了，活该！起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头痛了，我多睡一下，你听不懂啊？啊！哼，头痛，对付你这种头痛，我有一个祖传秘方。好痛，让我再睡一下。好吧，那你喝完这杯水再起来好了。啊！淹水啦！我最恨人用冰水倒在我头发上，你知道这对头发伤害有多大吗？多大？一淋浴都救不了我。你放心，有很多女人都喜欢头发稀少的男人的。什么？你头发多，你看这什么头发，乱七八糟，五颜六色，六大六的，你像个魔鬼呀！哦，你竟然批评我的头发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爱把我头发怎么弄就怎么弄，我喜欢五颜六色，我喜欢漂亮的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说什么呀？哥哥，妈妈跟爸爸一样，又开始吵架了，他们都忘了今天早上我的朗读作文。哥哥，我没有忘记呀。我也没有忘记啊！吵死人了，我再也不听你们了。哥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还有我啊，我也不要待在这个一天到晚吵架的屋子里。等等我。
的啦。没关系，只要你走的时候记得留下杯子钱就可以了。哎，王爸，叮叮当当呢？哎呀，丁丁今天早上参加招会要朗读他的作文呢。好难得啊，你记得这件事啊。丁丁一早就起床等你了，你好不好意思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丁丁呢？丁丁，对不起哦，爸爸忘了，睡晚了，爸爸。人呢？啊？爸爸，他们人呢？丁丁，爸爸。丁丁，他们走了，你看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熊猫牌睡衣呢，是以男性消费者为销售的对象。这一次呢，我们针对50年代复古的流行风潮所设计的这个销售专案呢，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个出其不意的收获。现在呢，我就为各位提出我们这个意想不到的销售妙方，好不好？完了完了，这 case 泡汤了，完了。好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朱董，这件事情我会解释一下。我不用解释，我就知道是完了吧。哎哎哎，我们总经理呀、是十分欣赏朱经理的点子。这位想必是贵公司请来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吧？不错，很好，很有临场感呐、对，他是一个新出炉的模特，哎呀，人真的很不错呀。局长摆两个 pose 给大家看看。啊 ，pose。多换两样。好，不错，很自然，没有一点匠气。朱经理，我很满意你这种出其不意的。谢谢。我建议你，我们马上签约。好啊，那现在就签，麻烦您签上您的大名啊。吓死我了！刚真是吓死我了，还好你有那么一招神来之笔啊，想得真好呢。你知不知道我做广告企划案做了这么多年啊，就属熊猫牌睡衣这个广告，哎呀，做得最顺心了。哎，你别捧我了，什么神来之笔啊？我只是找不到地方睡觉，我想跑到会议室去窝一下，如此而已啊。是不是我儿家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其实也没有了，我只是觉得，说不定我自己应该搬出来住了。嗯，一定是那个沈大人跟你讲了什么话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那沈大人啊，他蛮爱娃娃的。哎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成全他们了？哎呀，见你个大头鬼了！那是沈大人一个人一厢情愿的。娃娃昨天还告诉我呢，他说他再也不想见到那个鬼了。真的？嗯。哎，你上班时间你又往哪跑啊？哎，我不放心啊，我回去看看啊。你搞得一天到晚都是不放心他呀，不放心他，那我呢？你为什么不放心我呢？军校，军校，好了，快到仁爱医院去照顾丁丁去。你讲清楚，你这到底怎么样了？我正在睡觉，当当告诉我说，娃娃大正他们俩一吵架，丁丁的招会他都不去了，结果呢，丁丁出门被摩托车撞了。真的？那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过来呢？我来不及了，我忘了忘了。好了，快，赶快走。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你没看到丁丁啊？哎，不凡刚刚告诉我丁丁出车祸，现在在医院呢。啊，走，我们赶快去。好，快。你看，我们需不需要做 X 光检查或者断层扫描呢？哎，放心了，没事儿，你也不要担心你的儿子，他命大得很，没事儿啊。来，快！你看，
谢你啊。哪里？应该的吧。姐夫，会不会生爸爸的气？爸，你以后不要再害妈妈紧张了，好不好？哥哥，你好勇敢呢！爸，我今天没有去参加招会，也没有去上台朗读我的作文，老师会不会骂我啊？不要紧，爸爸已经跟你们老师说过了，老师不会骂你。放心吧，乖。哎，俊秀，我觉得你有资格结婚了。啊，你对孩子的一片爱心呢？嗨，不知道的人呢，还以为你是丁丁的爸爸嘞。哪里的，喜欢小孩子。哎，那你把他弄走。小心哦，小心别弄到。爸，我选择存着书包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，一样一样。我们回去吧。好，走。那我们走。走。我觉得。俊秀还比较像丁丁大大的爸爸。我的爸爸都不跟我妈妈吵架。我的爸爸每天晚上都会回来吃晚饭。我的爸爸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讲好多好多的故事给我们听。我的爸爸从来都不抽烟，妈妈说这个是爸爸最大的优点。我爸爸还有帮我妈妈做家事，修理水龙头。哎，这不是说我吗？我爱我的爸爸，我爱我的妈妈，我爱我的家。这是一个甜蜜的家庭。爸爸，你是不是要去坐船了？爸爸，你是不是又要去捕金鱼了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金霄，谢谢你了，我从你这学了不少。哎，其实你可以多留下来几天吗？等我学好怎么做一个好爸爸的时候，我回来看看你跟孩子们。爸爸，等你捕到大金鱼的时候，你要带我一起去看哦。嗯，好啊。哎，叮叮当当乖，来，叮叮当当来，爸爸亲一下。好啊，来，妈妈，我们拜托陈叔叔帮爸爸跟我们拍一张全家福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我去拿相机。好，乖。没有我怎么能算全家福呢？陈叔叔，好了没有？嗯，乖乖要笑，要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好，准备好啊，笑啊！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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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动了，要笑啊！快点快点，来不及了！要笑啊！来，来一杯。陈叔叔，照片里陈叔叔来了没有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来来来，我来看看，谁来了？过来过来，看看。怎么没有爸爸？爸爸不见了。你故意的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真的不是故意的？一点点，只有一点点。不该陪我吗？不陪我？陪什么？陪什么？陪我？不该陪我？哎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不陪我？陪什么？爸爸不在。不该陪我？不陪我？那这张照片拍的怎么样啊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很像全家福。全家福。
请进，请进，请坐，请坐。叮当当，不用叫了，我想和你谈谈就好了。是不是两个孩子在学校里调皮捣蛋了？比这个严重。哦，他们又打架了。这会儿学生的家长都告到学校来了。完蛋喽！叮叮当当，出来！华小姐，你不要反应过度，这样他们会更暴力的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沟通啊，单亲家庭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嘛。很流行的说法。华小姐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现在的单亲家庭很多，可是别人家的小孩都没有像他们这样的。我想这是你的责任。既然学校也没办法，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对不起老师，谢谢你来。谢谢老师，再见。是老周宝宝，有什么事啊？我要找爸爸。哦，老周宝宝，啊，你当我爸爸好不好？啊？娃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人家说他们没有爸爸，他们就打人家。哎，叮叮当当，没有爸爸也不丢人呐。可是没有人带我们，带我打躲避球。哦，也没有人当马给我骑。那，哎，那找妈妈？他连球都接不到。他当马给我骑，跑得好慢。哦。我每天做牛做马，也要你们还有我当马给你们骑呀。我要找爸爸。哦。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要，好吗好吗？要你们找嘛，你们自己去找嘛。哎，哎，娃娃，我，哎，来，叮叮当当，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叮叮当当，你们怎么可以在学校里面打架，惹妈妈伤心呢？可是我没想爸爸。对呀，要是妈妈不和爸爸分开的话，我们一家子就会很开心呐。哎，哎，反正啊。你们以后长大了就会慢慢知道啦。你们大人就只会说这，你们大人都说这样。哎，丁丁奶奶，这样好不好？以后啊，你们如果有需要爸爸做的事情呢，那你们现在没有爸爸，就来找老朱伯伯好不好？你会打躲避球吗？哎呀，老朱伯伯以前是躲避球的校队耶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嘿嘿，宝宝，那你大马给我骑，会不会像妈妈一跑就摔跤啊？开玩笑，我一次啊可以让你们两个都骑在我身上，而且我可以跟吉利赛跑。哎，老朱宝宝，那你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。啊，快点啦！好，不要拉嘛，就不要拉嘛，好吧？两个人一起骑啊。嗯。啊，哥哥骑前面，弟弟骑后面。哎呦，这不吃少一点了，做好了没有？丹丹，快点。
性子来呀、啊！哎呀，那没完没了啊！哎，不像男孩子，哎呀，哇啦哇啦大叫一下子，然后啊，把他的目标转一下，就没事了。哎，要同时做好爸爸跟妈妈，也真辛苦。哎，这有什么难的呢？你们两个干脆南北合一家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理论上是不错，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啊、哎呀，理论加上实际。那不就美梦成真了吗？哎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回去了啊！哎，走啦！娃娃，以后啊，万一有叮叮当当需要爸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哎，可以过来找我，好吧？猪猪需要妈妈时候，你就找我帮忙好了。哎呀，好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！哎，老哥，使把劲儿，加点油吧！你多帮忙啊！头不秃都难哦，吴太太啊，有的吃头秃一点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十个光头啊，九个富，戴上假发更加富，秃得好，秃得好。哎，不过想想看，吴太太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再结一次婚啊？结婚啊？啊，想是有想啊，可是跟谁结婚呢、啊？哎，我想想看哦，我老哥收这么多帖子啊、哦，哎，被炸了这么多次，他总该也结一次婚，去炸炸人家，捞点本才对啊、哦。对呀，哎，我想我老哥那个德性啊，大概没有人会嫁给他吧？哎，有吗？有，哪个笨蛋啊？哎，就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真心的，好，那请进来坐，我去倒杯水给你喝。我
我们请坐，请坐。我们谈谈正事吧。好好。怎么办？还是跟他直说。去，老朱伯伯，那你的花和假发呢？这，老朱伯伯刚刚不小心摔到水沟去了啊！你们看，这假发还是湿湿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老朱叔叔，那我去拿吹风机把你吹，把它吹干，你再去。没关系，老朱伯伯等一下自己吹就好了啊！谢谢啊。丁丁长大，你们想不想骑马呀？想啊。那我们现在来骑马喽。好。上一次啊，是丁丁坐在前面，这次换当当坐在前面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先。来，坐前面先上来。丁丁，坐旁边啊。好。呀，坐好了。有件事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怎么，有什么事儿还难得倒你啊？男人的事儿。怎么，能骚扰你啊？比那个还严重。啊？你被……哎呀，你想到哪儿去了嘛？不是的，老朱啦。哦，哎呦，他跟那追不到车子的狗一样，叫两声他就跑了。你少胡说了。我都是叫三声还没完没了的耶。你想错了，这次他几乎上了车了，他向我求婚了。啊，他这么不顾江湖道义啊，连我都没打一声招呼。我去找他。算了，我已经给他软钉子碰了。软钉子碰啊？你看他那个胖乎乎的样子，他有那么聪明他听得懂啊？哎呀，俊孝，我不是叫你找他算账的，我只是说我们都是邻居，我们也想个好办法让老朱有个下台阶的机会，要不然见面好尴尬嘛。哎呀，其实这很简单嘛。我们找个人代替你嘛，好不好？这种事情有代替的？你要不试试看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我看啊，这下子又有大麻烦喽。叫我来干什么？珊珊啊，你对老朱的印象怎么样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老朱最近啊，也许帖子接多了，我看他好像想来个第二春呢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想看看你愿不愿意。不要说了，拍谁呀？别说，别说啊！那你不喜欢他？不是啦，我不是他喜欢那一型的嘛。那你认为他喜欢的是哪一型啊？就是那种眼睛大大的啊，很可爱啊，很会打扮啊，就像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就改成那种造型不就行了？干妹妹，太公哦，来喽！你跟我多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比啊，阿娘。
啊？拿镜子要梳梳看。你穿这么漂亮干什么？笑。啊，是。啊。很漂亮是不是？啊啊啊！笑笑。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？好。触电了。全身都麻了。对啦，我就知道你们男人都是这么坏的。啊。这样我就答应他，先去看电影，然后吃宵夜，然后我又去跳舞。等他求了好久好久，我就让他送我回家。啊，你笑？哇，好好看啊！千万不要忘了收看《妈妈吉利小叮当》。妈妈吉利小叮当，我们是最。我们有颗纯真的心灵，跳动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让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